好，对建筑师还有工业设计师来说，要找到环保材料是一件非常费事的事情。现在在美国有一个网站 A-Collect， 它将要立志成为全世界最大而且是免费的中央图书馆，来提供环保材料的相关讯息。那么这一个网站呢，希望能够帮设计师节省时间还有金钱，最主要提供三个重要的讯息。第一个，到哪里可以买到这些环保材料？第二，这些环保材料有哪些优点？第三，现在有哪些人正在使用这些材料，又怎么样使用呢？所以每一个材料的最后都附有实际的例子来说明，那么使用者也可以分享自己使用后的感想还有照片。这个 A-Collect 不只是一个网站，你可以去取得所有环保材料的资讯，其实它也是一个连接环保社群的工具，让世界各地的人一起来关心还有讨论永续设计。那么现在环保意识虽然越来越普遍，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像 A-Collect 这样的工具来帮助我们更容易的实践环保永续的经营。